来准备，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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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点，一、二，一、二，好好好，来稍微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这样问问朋友们，已经砸了十几下了，石头非常坚硬，没有砸开。问问朋友们，还砸不砸？砸了。所有说砸的朋友，都是没有爱心的朋友啊！来，这样，为了保证我们的鬼谷山兄弟的安全，同时也为了我们后边节目能够顺利的演出，这样我们再给他们五次机会，好不好？不管砸不砸得开，最后砸五下，好吗？因为真功夫的表演并不在于石头是否能砸开，而在于三位气功大师的功夫是如何了得。这样，来，我们一起给他们最后五次机会，五、四，好。来，朋友们，不要吝啬您的掌声，送给我们鬼谷三兄弟。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62岁了。水晶板全部放在阿木大师身上，也就是说，阿木大师身上将要至少承受3000斤以上的重量。你们相信这个节目是真的吗？有没有怀疑的朋友？这位大哥回答得非常大声啊！这样，我在现场邀请六位先生走上这个舞台，站到水泥板上，增加一点重量，同时也证实我们这个节目的真实性。不要随便举手，我有一个小要求，这六位先生必须是块头大点，体重重点，180以上的来六位，没有180您不用举手。好，来这一位，这两位，三位，四位，来，您没有大哥不要上来凑数啊，来来来，您没有上来凑数，5位。好，来来，站在水泥板后面，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已经够了。来，抓紧时间下来。我们这位大哥，这样，阿木大师做了一个手势，我请的全部是先生，玩不下去，我再请位美女，同样180。这个肯定没有。来，哪位美女自告奋勇过来？哪位美女就这样就进？好，这位美女，来来来，举手了，您就过来啊。已经有人举手了，您举晚了。来，速度速度，毕竟人承受重压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就从这边下来。我们稍微让一让啊，让一让，给我们这位美女过来。美女，而且我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位置，站在我们阿木大师的胸口上，面对观众。后面大哥来上，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一个一个的上来，站在木板上，速度速度快，来来来，美女快点，面对观众，面对观众。后面大哥一个一个上，一个一个上，上去之后不要晃，千万不要晃，下面压的是一块肉啊。180。好好，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好好好。哇，我觉得这六位大哥都是为这个节目而生的。美女，你不要再看他，你再看他，他武功就废了。现在有6位壮汉，加上一位千斤，还有3块水泥板，这个重量远远超过了3000斤。朋友们，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当我们倒数到1的时候，气功大师阿木将会在下面发功。上面的7位朋友，你们会感觉到一种震动。如果感觉到震动的话，用你们最响亮的声音呐喊出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所有好朋友。听明白了吗？明白的话，来准备，一起倒数5。感受到了吗？下来了，都还舍不得下来了。哇，200多斤还会轻功啊，非常了得。来，每位朋友都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香甜可口的土家族野鸡蛋。送美女，你另外多送一份，就是大师刚刚涂抹过的苗家百草油，爬完山了肌肉酸疼的话，涂一涂抹一抹，立竿见影。好，同时老人如果有腰椎颈椎炎的话，涂一涂同样有效。已经见证了我们大师的功力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将会把3块水泥板，你就不要再踩它了啊！我发现你把它没当人来搞啊！当
当我们工作人员把三块水泥板全部从阿木大师身上移开之后，如果阿木大师还能够安全无恙地站起来的话，这个时候我想听到的就是外场所有好朋友把你们今天外场的最响亮的掌声和呐喊声一会儿送给我们的启动大师阿木。水泥板非常重，每块水泥板的重量都不会低于800斤。来，你们的呐喊声。来，快点快点，有美女你怎么这么慢呢？好，我们四位帅哥来听我的口号，一起向后转，看美女。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在你们面前有四位漂亮的苗族阿妹，你们喜欢谁就选择谁，不用互相谦让，但是记住不能冲动，更加不能激动，尤其不能动手，明白吗？明白的话当我倒数到一的时候用你们最快速度站到她的身边。3、2、1，这都规规矩矩的对号入座了啊。好，这个游戏呢叫做试苗桩，你们身边漂亮的苗族阿妹手里拿的是我们苗符，一会儿当音乐跟鼓声响起来的时候，用你们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苗符穿到你们身上，谁穿得最快穿得最好，谁就是今天的冠军。冠军除了一份大礼之外，我上场前老总还特意交代，今天的冠军额外还有奖金2000块钱，那是不可能的。来，做好准备，音乐开始，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苗符穿到你们身上，最快最好的就是冠军。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结束他们穿苗符的时间。来，5、4，停。来，我们的二，我们的来，这两位帅哥，赶紧把裤子穿上，不穿裤子就不文明了啊。我发现你们俩可能是脱衣服要比穿衣服要快啊。来，问问朋友们，他们穿的苗服好看吗？非常好看，这是我们苗族大嫂穿的衣服，穿到四位帅哥身上别有一番韵味，一个字，帅啊。来，从这边数，1号、2号、3号、4号，一会儿你们用手势来告诉我你们支持几号。首先2号，把上衣整理一下，有点暴露了啊。我们苗族大嫂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来，用手势告诉我今天的冠军是几号。2号、1号、1号、3号，后面朋友4号，还有呢3号，这边朋友告诉我一下，来几号，4号、5号，哪来的5号。来，安静安静，意见不统一，说明这一轮无法评出冠军，我们进行下一轮。下一轮叫做学苗舞，有请一位苗族阿妹。四位帅哥注意看，认真学，他跳完之后就该轮到你们跳了。来，准备好，鼓声开始，鼓声开始。3号、3号、3号，我们的4号、1号，跳得好不好？冠军是几号？好，依然不同意意见，来，我们用掌声来评判啊！首先支持我们4号的掌声。这我数了一下啊，有38位朋友支持您啊！支持我们3号的掌声。这比38位还要少一点啊！支持我们2号帅哥的掌声。哦，这个掌声就相当不错啊，大部分来自同一个生产队的啊。支持我们1号帅哥的掌声。裤子掉了，你都比不上别人啊，因为今天的观众不爱看脱衣舞表演。来，今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2号帅哥。刚才我有说过，今天的冠军我肯定会有一份大礼送给他，这份大礼是什么呢？2000元。就是你一个人把刚才学的苗舞再跳一遍好不好？准备好，帅哥，跳了就有礼物，没跳您就没礼物了，随便跳不行，一个人跳，准备好，鼓声开始，跳
起来，跳起来，随便跳。跳得好不好？礼物给不给？好，来，哪位先生都把我们的苗服脱下来啊！记住，只脱我们的，别脱您自己的啊！每位先生都有两份礼物送给你们，第一份礼物是苗族的吉祥物牛头，第二份礼物是2000多米高深山老林里边生津止渴养颜美容的蓝莓梨果，品尝一下，如果觉得好吃多带几份回去。当然冠军朋友额外您要等一下，还有大礼送给您，前面毕竟说过了，这份大礼包在我手里边，首先给您展示第一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香甜可口的土家族野鸡蛋酥，舞台两侧可以免费品尝，觉得好吃多带几份回去。第二个礼物就是收录的宋祖英、陈思思、张野山大小女同唱魅力相信的原创音乐大碟，今天晚上最优美最动听的音乐都在这张碟中，这一份大礼包是送给我们的冠军朋友的，谢谢您，欢迎您下次再来，掌声给他一点，谢谢啊，谢谢，来来来，谢谢，小巫师马上要赤脚走上这一把大刀了。在我们的苗族，每逢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或者是有贵宾来临的时候，上刀山下火海是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它也代表着我们苗族人勇往无前、大无畏的精神。我们离得近的朋友，关闭，请关闭手机和相机的闪光灯，以免影响到小巫师正常的表演。速度非常快，如履平地，很快的就要走到刀尖处了。来，掌声鼓励一下。可能会有朋友问我，我们触手很多地方锋利无比，摸不到的地方是否同样锋利呢？来，小巫师为朋友们来检验一下刀尖处的锋利程度。一瓶矿泉水完好无损，将在刀刃上轻轻的一划。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刀山那是难上加难，更何况这还是一把45公分倾斜的大刀，无疑增加了我们小巫师下刀山的难度。由于刀刃非常的薄，我们普通人站都站不稳，更何况是行走，小巫师一定要注意安全。对这一把大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演出结束之后近距离的跟大刀合影留念，轻轻触碰没有问题，但是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希望当我们小巫师走到了刀柄处的时候，朋友们不要吝啬您外场最响亮的掌声送给我们小巫师。好，非常感谢我们苗族小巫师今天的表演，朋友们把您的注意力回到舞台。表演的第一个动作叫做火虫掏出，再来一次。来，我们左边的朋友用您的掌声把阿龙请到你们面前去，因为阿龙将要近距离的为您表演这一个动作，叫做引火烧身。滚烫的火把将从他皮肤上慢慢的划过，右边朋友不用急，不用站起来，用掌声把阿龙请到你们面前，阿龙也将要为您表演引火烧身，这同时也是我们大湘西的一道名菜，吃宵夜朋友记住点，叫做红烧翅尖。问问3000多位好朋友，人身体上最柔软的器官是什么部位？舌头。对，小朋友回答得非常正确，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苗族小巫师将他的舌头去挑战高温，用掌声来刺激他。我们一起屏住呼吸，看看人类最柔软的舌头是如何挑战近1000度的高温。再来一次，接下来小巫师要把火把含入口中，你们的呐喊声
谢谢我们苗族小巫师阿龙精彩的表演，朋友们，两块，还要不要再来一次？要的话，掌声不要停。来，辛苦两位小巫师，再来一次。伴随着两位小巫师的下火台，也就结束了今天外场所有节目的表演。非常感谢朋友们您。